开心啊，因为我也算是星洛免税店的忠实顾客吧，所以能够成为星洛免税店的代言人真的很开心。当然喜欢啊，我相信没有女生是不喜欢购物的吧。平时也会买一些化妆品呀、还有包包啊，或者是首饰之类的。我一般都会买一些化妆品，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名品包啊、首饰之类的手表。偶尔还会给这个中国的家人带一些保养品啊、韩国的特产之类的。当然是星洛免税店啦。我觉得首先是信得过，因为是我知道是三星的家族公司嘛，所以绝对可以就是相信自己买到的是正品，不会有假的。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奢华感吧，因为你到那里去以后就可以买到多种多样的名品包啊、手表、名品的首饰之类的很多很多样子。特别是首尔的本店，应该说是最奢华的手表还有首饰的卖场吧。希望大家以后也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 FX 的松茜拉钩。